好，阿黑，这个是你在网络上做的影片，说中国与台湾统一，你可以接受吗？哎，可以接受。这个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我不知道，如果发生这件事，而且这件事很有可能会发生，然后如果发生会变成怎么样的状况，然后要看那时候的台湾社会的生活品质，我才会考虑要不要继续留在这边，但是我目前为止也不会觉得一定会走。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，如果你有另外一种国籍，比如说我有西班牙国籍，就也可以直接离开。但是我还是觉得台湾是值得住在的地方。然后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呢？很难说了。所以我当然有一些方面就我不会想要，比如说如果没有现在的言论自由，就可能住在台湾的好处也会减少。对，所以如果没有这么自由的话，你可能就会考虑离开台湾。我觉得应该要变得变化蛮大的才会考虑离开台湾。因为还是觉得好处太多了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有一点点改变，我觉得还好。但是如果有很大的变化，我还是会考虑离开。要不要想这件事，会很难过。很难过。那你有台湾的永久居留权，你可以接受一国两制吗？一国两制就会类似香港那样？对，也要看，因为一国两制也是要看我们会保持怎么样的就是权利。就比如说可以投票吗？或是可以一样可以骂我们政府吗？因为现在在台湾就很流行可以骂政府，但是在中国应该不行吧。对，在中国应该不能乱骂政府跟领导。 对，跟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可以看网络，而且会不会有影响。我不会想要被那个公安就是招喝茶。我不会想要喝茶。就在台湾可以自由自在的上网。上网上到饱，那不用翻墙，不用被网络控管，你觉得很好？我觉得当然很好。那如果在中国，上网要翻墙或者被控管的话，你不接受？当然就不会想要有这样的。那你比较过台湾跟香港的差异吗？我比较过，而且我还有问过香港人，他们以前就是被统一了之前跟之后的变化，但是我也没有问太多人。然后问过的人，他们会说有差，而且跟本来他们想象的那变化就更快。他们觉得，本来他们以为会保留一些权利，然后后来其实有很多事情没有，比如说可以选自己的政治人物啊，或是可以保持一些一样言论自由。我觉得我一直说言论自由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蛮重要。因为我不会想要因为我的想法，不管我的想法是对或是错，而被受到影响，或是被控制啊，或是可能会发生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。阿黑，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你的网络影片，你来台湾是为了撩妹、把妹跟学中文。这个是乱剪的，这个是开玩笑的啦，是学中文的。好，学中文。当然说台妹也是一种。跟台妹学中文，跟台妹学中文是最快的。是最快的，都是因为中文，不是不要乱讲，不是因为妹。没错。那一开始你发现撩妹都要说英文，那西班牙文在台湾是很难通的。对，基本上是不行了。就没有很多人会，没有人会说要好好学中文。没错。那你因此觉得台湾比西班牙舒服？我觉得我在这边的生活当然比较舒服。即使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想要在这边一年，但是后来就不小心留在这边。然后原因就很明显，因为我觉得这边的生活品质非常好。很方便，然后这个环境很好，很安全，妹又很漂亮。重点都回到重点。对啊，我觉得基本上有很多事情，可能一般台湾人会觉得是理所当然，比如说台湾的安全，或是比如说公园，很多人没有想到，其实在你的国家，很多城市有一些很漂亮的公园。
也是一个让你的生活品质非常好，但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。嗯，台北有很多小公园。嗯，没错，并不一定每个公园都是大安森林公园那么大，但是比方巷弄之间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小公园。你很喜欢台湾的这种氛围跟小公园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全个城市，比如说台北的城市，但是不只是台北，如果去台南、华联、台中，我觉得任何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过生活，过得还不错。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值得留在这边。那你很喜欢台湾到处都有咖啡店饮料店？哦，这个的确是，而且一样，因为你可以用一个很便宜的价钱坐下，然后可能你可以过一个下午，然后你不用担心谁会偷你的钱，或是也不用担心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坐下看一本书。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品质。欧洲有一些城市的治安不好，有的时候你可能在观光的地方坐下来其实你要小心看好你的钱包、你的东西，因为可能会有人来偷来抢。对、就是你要比较小心。所以你觉得台湾的自由环境、然后小公园、然后治安很安全、然后到处都有很好吃的东西、很好吃的咖啡店饮料店，又有很漂亮的妹、真的是非常好。我真知道你会见到妹没错，对，而且我觉得台湾有一个东西也很少人会注意到，是平衡感。什么叫平衡感？应该是有一个，不是平衡感，应该是有一种生活的平衡。就你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是同时你可以过一个轻松的生活。我觉得那个平衡就很难达到。比如说，日本很漂亮。那边有很多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建筑物、文化等等，但是那边的生活压力蛮大。所以我觉得台湾不到那种生活压力，但是还是有很多很不错的地方。